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1898年9月28日，因维新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人被斩杀于菜市口刑场。仅仅三年之后，在慈禧的默许下，清末新政开启。这一次改革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然而，这并没能挽回大清王朝的颓势。谭嗣同被杀16年后，在他的家乡浏阳新建了谭烈士专祠。谭嗣同的维新密友、已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梁启超亲笔题写了“为民先觉”四个大字，以此评价谭嗣同，称其是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被杀时年仅33岁，他生前先锋的思想和激进的行动却如彗星划过夜空，留下一道光芒，也留下一位普通知识青年在变革时代的人生追索印记。从浏阳出发，沿河而下，就到了湘江。近代以来，无数青年从这里出发，探寻外面的世界。如果不是时代的造化，普通五品候补知府谭嗣同或许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1898年的夏天，对于谭嗣同来说，显得极不寻常。他的人生大起大落，陷入绝境，又柳暗花明。他在湖南的维新遭遇重大挫折，但在这年6月中，他接到来自京城的谕令，光绪皇帝令其赴京引荐，参与新政。跌宕的个人命运背后，是日益危亡的国势。1894年甲午战败，大清海陆精锐折损殆尽，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并赔款2亿2白银。惨痛的现实刺激着战争的主导者光绪皇帝，他感到危亡正在日益逼近，极度忧虑。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因为中国的发展到了1894年的时候，处在一种积聚性的这么一种虚假的扩张状态，就认为我们现在很伟大、很强大，强大的不得了。1894年打之前的原因就这个嘛。其实这场战争打了之后，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彻底戳穿一个虚幻的增长，34年的增长，结果一看不是那么回事，要钱没有钱，要打不能打。如果说甲午战败如一桶凉水浇醒了清朝统治者的话，那么4年之后，1898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则是一把钢锥刺激了清政府的机体。而立之年的光绪皇帝目睹列强瓜分，国势日非，甚至不变法不足以救中国，维新变法的决心由此坚定。皇帝坐不住了，整个大清王朝的仁人志士坐不住了，所以整个国家掀起了一股啊变法的浪潮。光绪皇帝他是第一个指示变法，所以他觉得他这个时候应该站起来号令一放，然后让这些仁人志士在他的旗帜下，让国家走上变法的道路，让国家富强起来，让人民富裕起来。实际上他的想法是这样的。然而帝国老迈的躯体难以承受一颗年轻的心脏，历经2个半世纪的统治，大清王朝已是沉疴重疾，积重难返，洋务中心无法唤醒帝国的活力。放眼望去，朝堂之上一片暮气沉沉，满朝文武多是官僚世故老朽，鲜有披肝沥胆的可用之人。光绪皇帝急切需要寻找新的力量。
光绪呢有一点点想法，就是想这些重臣都是些老朽，虽然他们也是主张改革，但是我希望有机会我重一些年轻一点的人，他希望用年轻一批人，跟我呢年纪比较接近啊，也有志同道合的地方，希望能慢慢的摆脱这些老臣的影响。谭嗣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入了历史的中心，登上了官吏向光绪皇帝举荐人才的花名册。在时任礼部侍郎徐志敬的推荐词中，这样评价谭嗣同：天才卓落，学士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夷，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被折冲之选。谭嗣同的书房呢叫做石举影炉，但是他其实还精通篆刻和琴艺。在谭嗣同26岁那一年呢，他就用我们大福地内一棵被雷击倒的梧桐树的残干，监制了这样的两张琴，一张名为崩亭，一张名为残雷，都是由谭嗣同亲自监制并且亲自刻写的琴名。他也有非常柔情的一面，比方说他会经常和妻子或者是和他的老师经常会在大福地或者是浏阳会馆来抚琴唱曲儿。这是谭嗣同当年用过的两把古琴，血性英雄的外表之下是一颗散淡受伤的心灵。他曾6次参加科举均落地。谭嗣同他在科举上其实是下过很大功夫的，每次他就是考试之前他也会认真的准备，包括去专门拜师啊，然后专门去读书啊，就是而且他这个人就是在就学方面也可以说是下了不少功夫，然后自己呢也就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啊。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当时是谭延闿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谭嗣同他在北京有一次参加乡试，就在那个顺天贡院，然后参加完乡试的时候他是住在谭延闿的家里，然后谭延闿就说谭嗣同半夜也不睡觉，然后在院子里面狂走，然后他就出来就问他说你这怎么回事啊，在这院子里狂走。然后谭嗣同就说明天要出成绩了，我非常的紧张，就是他可以说是还是很在意自己这个科举的，但是他也没有考上。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拔剑欲高歌，有几根峡谷经得揉搓。在谭嗣同留下的诗词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豪情快意。曾亲眼目睹过他生活状况的欧阳雨倩回忆说，他与文士之侠，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我曾见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个人都跌一跤。他写起字来，喜欢用食指压住笔头，人家觉得他无论什么都有点与众不同。我虽是小孩子，也觉得每见他时，就不由引起一片好奇心。谭嗣同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有一种豪侠之气在他的血里流淌，他读了大量的书，所以20岁他就开始离家出走，几乎游遍了大半个中国，然后在北京结交了当时特别有名的义侠大刀王五，他们成为生死兄弟。他喜欢墨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里头就有任侠的思想，任侠思想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的话呢对贫苦啊非常仗义。可谭嗣同偏偏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谭继群从科举出仕，从京官道员至布政使，后又升任湖北巡抚，高官士族之家自然希望子孙能科举成名，光耀门楣，
这样的背景给谭嗣同的命运种下了悲剧因子。谭嗣同12岁时，二姐与母亲、大哥先后染上白喉病去世，谭嗣同也感染了此病，昏死了3天，侥幸活了下来。父亲谭继寻因此给他改名复生，以此纪念这次死而复生。尽管大难不死，但谭嗣同的人生之路却并未变得顺畅。从1884年至1894年，10年之中，谭嗣同先后6次参加科考均落第。同样才气纵横的二哥谭嗣湘也是3次乡试不第，不得已进入台湾巡抚刘铭传麾下当差。不料于1889年病亡，谭家光耀门楣的希望因此落在了谭嗣同一人身上。这个谭嗣同故居呢，这个建筑是明末清初的建筑，最开始是谭嗣同的父亲谭巨寻他买下的这个宅子。当年这里大概占地有2000多个平方。闻名浏阳的大夫地是谭嗣同故居，也是谭家祖宅。这所府地因谭嗣同父亲谭继寻当年担任湖北巡抚而得名。谭继寻当年从布衣入仕，一步步成为封疆大吏，这样的经历形成他对谭氏子孙的价值期待。谭嗣同父亲其实是出身非常苦寒的，他的父辈是没有怎么做过官的，然后包括自己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住在那个浏阳的天井坡的上面，条件比较艰苦朴素的。然后但是他呢是凭着科举，然后一手一路走到了现在的这个职位上，可以说的是全凭科举。所以他呢也希望就是他的儿子啊，包括孙子辈都能够走他的老路，走他所谓科举的正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再一个他父亲就是靠这么考出来的，应该是一品大员。那么在这个样的一个情况下，儿子总要让他有出息啊，做父母的总要是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嘛，是吧，能够成才嘛。正是在这样的期望下，谭嗣同一次一次地走进科场，一次一次地遭受挫败。10年之中，6试不第，1试无成。1889年的考试失败后，谭嗣同一直处于怀才不遇、毫无出路的忧伤之中，他发出“一生财力半消磨”的哀叹。父亲谭继寻目睹爱子境况，焦虑不已。儿子已年届30，科场受阻，误的是前程，也是谭家的未来。谭继寻于是通过活动，花重金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分发江苏，等待委任。1896年，谭嗣同前往南京拜会官场同僚，做就职前的热身。不料这次拜官给谭嗣同带来更大挫败感，他怀着虔诚的心理去拜会前辈上司，却品尝到官场上的世态炎凉。许多官故意摆架子，你3次5次去拜访，犹不能一望见颜色，即使见了，3-5句话即将你赶出。至于国计民生，这些官一概不问。一些官员一听他是什么候补知府，直接拒而不见。你这个捐的这个官，总觉得你没有真本事，让你真本事你可以考啊，你没有真本事，这样得让人家瞧不起。我记得他自己在写给那个刘胜涵他朋友的信，就是说来到南京半个月了，我天天去拜门子，就是拜童官，就是像州府和县，因为当时那个城里面有很多那种官嘛。他说在府和县他们也不接见，啊，不接见。
去了几次也不，也就是难得见一面，拜那个长官那就更难得到，更难得了，好不容易接见了我啊，就是说好不容易其他同僚啊就讲官话了。这次拜官，谭嗣同看出，非有大本钱，官场万难驻足，故知官场黑暗而不以金陵为尤甚。谭嗣同尤其厌恶官场虚伪逢迎的习气，所见之人要么是官场俗吏，整日忙于应酬交际，觥筹交错间所谈皆是官话，毫无真诚；要么就是钻营阿谀之徒，猥琐卑鄙，令人痛恨。通过自己的观察，谭嗣同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尊官如鬼神，在官权之下，平等公论都被扭曲，人性受到压抑，社会难见光明正大。这段经历给谭嗣同带来极大刺激，精神陷入深深的痛苦。谭嗣同当时所处时代，西方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相当发达强盛，国内洋务运动也在沿海一些省份次第开办，兴学也多所萌芽，但谭嗣同却无从语文。谭嗣同面前的选择，只有通过科举正途，才有可能实现其匡国济民的抱负。甲午战争成为谭嗣同在学术上弃旧迎新的转折点，甲午战败刺破了官僚体制神话，谭嗣同猛然惊醒，他决心从此彻底抛弃令人厌恶的科举八股之学。谭嗣同沉痛指出，科举诗文不仅无当人生之用，而且犹能觅人性灵，枪贼人才，历史上背读酷吏，只有将其彻底废除，才能发出人人聪强。1894年的甲午战败是中国精英知识青年觉醒的转折点，不仅光绪皇帝，连中下层青年也受到刺激。世间无物抵春愁，何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896年春，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写下这首诗。六万湘军在辽东一役中战败，灰飞烟灭，湘军建立的荣耀由此消散，湖南遭到当头棒喝。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痛定思痛，决定从浏阳家乡开始介入，传播新知识，改造旧制度。地处湘东丘陵地带的浏阳，盛夏暑热难当。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土人。七月暑假，师生大多已放假，唯有即将升入高三的学子们仍在奋战。这是一堂普通的数学课，这门学科在浏阳一中已有124年的历史。1895年，谭嗣同就是在这里创办了浏阳算学社，由此介入了维新运动。浏阳算学社的话呢，它是始建于1843年，它是属于浏阳文庙的一个附属建筑，原名叫做奎文阁。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话呢，它就回到了这个浏阳来创办这种算学馆，想以浏阳为起点，先小试一线，再逐步推广。谭嗣同认为，变法的急务在教育贤才，求才的第一步在新算学。算学是用途十分广泛的一门科学，是科学的基础。了解了算学，就能了解其他自然科学，从而懂得各种科学道理。因为他们觉得算学是格致，也就是这些物理啊，这些知识的，这些现代知识的基础。因为不通算学，你就不知道这个格致，不管包括现在我们说物理也好啊，数学也好啊，这些基础科学，乃至包括洋务上面的那些应用的，
谭嗣同在一篇文章里面也讲说，你不通算学的话，给你一个炮，你都不知道这个仰角、俯角这个角度，包括你那个给你一个轮船，你都不知道这个航线怎么运行。说也就是说，算学应该是各学科的这个基础，要培养真正务实的人才，那么我们不如就从我们地方上面做起。从比较实际而又易行的算学入手进行变革，可以减少阻力，容易推行，这也是谭嗣同考虑的现实问题。他想通过算学社使他的维新主张小事于一线，待成功后推向全国。这一想法尽管获得湖南学政江彪的支持，但实施起来依旧阻力重重。因为当时阻力很大，很多顽固派都说，这个算学社办算学社干什么呢？我们根本就不要办算学社，他们就是当时就是做八股文嘛，十文八股，只有这个八股文可以晋升，学而优则仕嘛，八股文优则仕嘛。反正最厉害的其实也是谭嗣同的朋友，也是一个年轻人，陈长青。陈长枪，他当时在湖北当知县，他是一个少年进士，也是他们谭嗣同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关系还很好，经常来往。他说这些人就是说要把这个办新学的人呢、要把他拉到孔庙里去啊，要去向孔子请罪。官绅士子联合反对，只是算学社应者寥寥。谭嗣同原本想开设中外古今正史、史事及格制的想法未能实现，最终只设置了算学一科，先期也只招收到16名学生。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6个人，16个人学生，后来也多不到哪里去，20几个人嘛，大概是，所以就是说，能够到后来，虽然人们不反对了。但是响应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也不是特别多，大家仍然还是认定走科举之路啊，毕竟是受当时的那种时代的形势的影响吧。先行者的道路注定是孤独的，谭嗣同欲一推究制造之理，西方道器之精微，以供发展中国科学文明之取用的想法，在现实中很难获得响应。1896年，变法运动陷入低潮，算学社困难重重，康有为等人组织的北京强学会也被解散，维新志士大都流亡上海。1896年2月，思想苦闷的谭嗣同前往上海北邮访学，希望去寻求一种新的理论，愿追见世间多闻之事，虚心受教，一取笔以自见观，又愿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以自见观。抱着这种广开眼界、虚心求教的目的，谭嗣同踏进上海。80几年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就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翻译的一些国外的一些书籍，还有呢就是办的一些，特别是传教士办的一些报纸来了解，就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窗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是一个重镇，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上海是当时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汇集在这里，译书、办报、集会、讲学、宣传救亡之道，要求维新变法。尤其是北京强学会被禁后，上海一时成了变法的中心。改良派在上海办的强学报虽然只出了3期，但影响深远。谭嗣同来到这里，自然会受到这种激进的政治空气所感染。
坐落在上海外滩黄浦江畔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年新文化传播的中心。2010年，因为举办世博会，江南制造总局迁址，如今尚未重建。1896年，谭嗣同就是在江南制造总局见到了老朋友傅兰雅。傅兰雅1862年来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后即在该局翻译馆从事译书，达20年之久。在傅兰雅处，谭嗣同参观了许多科学仪器，感慨万千。他在傅兰雅的这个格致书室里面，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些很新奇的玩意儿，比如说见到了这个计算器，还有见到了古生物化石。哎，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第一次见到计算器，他就觉得很有趣，他就专门就是在这个计算器上面演算了好几次，然后还忍不住惊叹说：“哎，这个每次算的都是对的呀！”就是然后觉得这个科技非常的先进。傅兰雅还给他拍了一张 X 光片，他当时就还说这个，因为 X 光片是伦琴发现的 X 射线嘛，然后当时也没有发现多久，好像就是一两年之内的事情。好像是一两个月之内的事情，当时那个 X 光片发，就是他拍好了以后，他还说，就是我可以看到我肚子里面的这些什么五脏六腑之类的这些东西，好有趣啊！然后为什么就是我可以看到这些呢？然后傅兰雅就说，看到这些也不算什么呀，过几年的话，我们说不定还能够就是拿 X 光片拍你的就是脑袋，然后可以看到你在想什么呢。一种亘古未有、从来未见的社会形态刺激着谭嗣同的想象，在他的脑海中构织成一幅朦胧的画卷，这对谭嗣同的思想产生极大的触动。谭嗣同浮想联翩，由技术联想到了西方的制度。他说，西人之学待不止于此，且其正是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风俗如此之奇异，其中亦必有故焉，而未得察也。这一思考牵引着他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深感民族危亡，想做一番革新事业，却处处行不通。他因此希望去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北游访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上海之行结束后，谭嗣同又北上至天津。天津当时是李鸿章办洋务事业的基地，工厂、铁路、轮船、洋学堂都有一定规模。谭嗣同讲到，他在这里见到了机场、轮船、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等，无不规模宏大，至今至当。谭嗣同眼界大开，这次上海天津之行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